分享一下，就是非球季之间有没有做一些自己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些活动？印象深刻，对，或者是耍废算吗？我觉得耍废非常的好。没有，就是比完赛的时候，大概自己真的是让自己废了大概一个礼拜，那之后就要开始忙接下来球季的事。那在这中间过程中，也去参加了全明星运动会。有，大家上礼拜有看转播吗？有。我们这样就要当那个评审，是不是超帅的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第一次参加这样活动，觉得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事？蛮有趣的，就是在那个过程中看那些艺人，他们事实上在比赛过程中真的是很认真、很投入。他们不是来玩，就觉得他，他们好像是真的来试杀，不是像我们看到的是那要做什么节目效果还是什么。结果反而是我这个来宾去做节目效果的。那个 MVP 大家都吓傻了。好，其实像刚刚这样讲，其实我们蛮常看综艺节目啊，大家都很会怀疑说，是不是每个桥段其实都是制作单位安排好的剧本？但是透过这段分享，其实大家都知道那个全明星运动会是来真的，是真的是大家认真胜负那个对决的，所以呢也很开心呢，能够有机会在不同的领域上看到我们的志刚露脸。那这边呢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继续多多支持我们的教练还有选手，他们的 IG 啊或者是粉丝专页，可以看到他们分享很多就是他们在非球季期间的一些生活点滴。